Hello， 大家好，现在是2023年的几月几号呢？今天是，看一下啊，今天是8月12号。有昨天没录是吧？昨天没录还是前天没录？忘记了。13号今天礼拜六啊，今天礼拜六应该是昨天没有录啊。哇，今天太阳往这边的，现在是上午的10点10分，然后温度呢是26度，车里面29度，差不多今天也要30以上吧。今天最高温度29度，哎，今天还下雨，昨天就下雨了，今天又下雨，昨天下雨了吗？前天晚上到凌晨是下雨的，前天晚上下雨吧？对，忘记了。礼拜四的晚上下到9:10，礼拜五没有下雨，今天又下，又可能会有点雨，但是说不准，雷阵雨。然后我们现在早上接了这单啊，是10块钱5麦左右，生意也最近也不咋地好。哎呀，看一下，要我往左边拐，右边拐，那就往右边拐好了。然后呢，最近有些事，就是我的那个，我上回不是去了一下飞机场嘛，送大佬回去，然后在那边停车场停了2个小时左右吧。然后我刚开始以为他没有扣我钱，因为我看到我的那个 EasyPass 那个扣费里面呢，他没有显示有这个在机场这个扣费的钱。但是呢，我前几天我查我的银行账户，他还是扣了我20块钱。他是直接从我账户里扣的，他不是从我的那个，从我的这个叫什么来着？从我的 EasyPass 里面扣的，因为我 EasyPass 里面还有20多块钱，应该如果是那个人的话，应该是够的。你看这小胖子，就嘚瑟，还挺逗。然后呢，扣了20，然后我陆陆续续这个钱也要扣了。陆陆续续各种钱要扣了，烦死了！妈的，扣的一扣就扣光了。本来这个礼拜上礼拜也就做了不到600块钱，这个礼拜估计也就应该不会超过500块钱。好惨呐！我操，半个月才赚他妈的8-900块钱。哎呀，但是这个礼拜有课，下礼拜应该会好一点，因为下礼拜我没有课，我可以全天候的做。我可以全天候的做，是吧？在0:30。哎呀，这妈的赚点钱也难呀！我操，我看着那个，傻逼他妈的，不打灯也不干嘛的，我操，他妈有病啊！假灯啊，我操，打双闪有这么难吗？哎我操，脑子他妈有问题！哎，这该停车停车啊！这他妈什么时候开始又划线了？昨天没见着啊，不快吗？哎呀，考试要等他发邮件来说恭喜你，你可以下个月9号你可以来这个班了。然后你就 OK 了，然后恭喜你，然后你要去另外一个班，那个班也要收多少钱，那去你大爷，那不去了，对吧？哪去呀、啊？那么贵，我操，去不起啊！哎呀，坚持在2:30，说坚持。那这个车也就是这样，人家两个车道，他非得开得骑在。线上，这是尼桑车吗？没见过呢。这是尼桑车。买了一个剃须刀，我已经有两三天没有刮胡子了。我因为我那个剃须刀坏了，那个刀片我没找到，我操！然后我要等那个剃须刀，还好明天就到了，还好明天就到了，我操！然后那个把胡子刮一下，我现在就跟个野人一样的，我操，胡子拉大的。咱这种东方人的胡子吧，它比较硬，它没有老外那种软乎劲啊，它一摸过去还挺软乎的，咱们很硬，它很扎人那种感觉，就跟鞋刷子似的那种，刷，那满脸胡子拉大，哎，不讲究啊，小伙子不讲究，啥讲究啊？没钱没赚钱，咋讲究？是不是的问候在夜里揉哒啦哒啦哒。这个也不是特别远啊，差不多4麦左右，4麦多一点。我操，感觉我的胎压怎么上来了？那个什么，那个昨天前天去加油，哇，加了我51块钱，我操，妈的，哎呀，加不起油了，操！寂寞为了你。这个礼拜还有3个礼拜嘛，是吧？我看一下啊，除掉咱这个礼拜以外，还有3个礼拜，哎，我感觉怪怪的。
下礼拜14号到20号，这是一个礼拜；21号到27号是一个礼拜；28号到9月3号，这是一个礼拜。然后到了9月4号、5号，就是另外一个班的上课了。如果是他要咱的话，如果不要咱的话，那就没戏了，拜拜了。三个礼拜，哎，三个礼拜可以那个了。三个礼拜我最多哈，最多搞到三个礼拜，我最多也就搞到1000、1500，哎，找不到多少钱。人家一个礼拜都1500，咱们三个礼拜1500，没办法呀，他娘的，我咋搞不到钱呢？我操，邪门了，我操，我咋搞不到钱呢？我操。9月份4个礼拜，10月份4个礼拜，11月份4个礼拜，12月份3个礼拜，12月份3个礼拜就是4个礼拜，3个礼拜。12、12、十五，十五周，15周乘以5，哎，正好75，看没有，对不对？一个礼拜5天，是吧？15个礼拜就是75天，75天，是不是？哎，正好的，秋季75，然后春季75，夏季多少？夏季有多少？夏季是75，夏季是30，哎。二十，反正就是170、180天吧。这个项目就是180天，供你学3个学期，差不多明年的这个时候，如果是顺利能通过考试的话，我应该是要开始上大学课程了。但是这不好说，还是不好说。哎呀，今年都是磕磕绊绊的，明年都不知道咋，明年又老一年了，我操！讲，他娘的，这咋回事？就停了呢。OK， 我们先到这吧，待会儿我们看一下有空再出来聊，或者下午再出来聊吧。拜拜。大家好啊，现在是下午晚上傍晚的5:33。我们现在出来又做单子了啊，中午做了几单，然后呢就回去吃饭就也没做几单，2-3单吧应该是。哎呀，做这单是12块钱6麦，12块6麦。然后呢下午呢本来是下了一会儿雨，下了一会儿雷阵雨啊，然后呢那我呢就算了，我就本来想去打网球打球的，后来算了不打了。正好昨天呢上线了一个节目啊，今年啊没看什么电视剧节目了，好不容易夏天快过去了，总算来了一个叫什么呢，叫乐队的夏天啊，第3季。第一季、第二季是在2018年、2019年吧，反正做了2季，然后呢，2020年没有做啊，因为疫情啊，然后2021年没有做，2022年啊，3年都歇菜了，然后呢，今年呢，好不容易就哎上线了，看一看吧，是吧？熟悉的面孔是吧？熟悉的音乐是吧？哎呀，可以，哎呀，然后看了1/3了吧，哎，突然说网没网了，网给断了，我操，哎，然后没办法，一看他妈都4:30了，那怎么办呢？4:30就出去跑一会儿单子呗，接了个小单子，正好接到那个球场附近，啊，那算了，那既然都到这儿了，那就打一会儿球吧，就打了半个小时球，打到5点多回来呢，准备做晚饭呢，结果呢又来一单，3.73块，3.73块这边油价，这个油价算比较低的，然后我看一下，为什么哪都响了，我感觉我车，哎呀，我车快废了，然后我打完球之后呢，就回去就把这个相机给带上出来，哎，唠一会儿，哎呀，前面这个单词啥意思 ？Wiki， 这个是新泽西的车牌啊，俗称小变黄，纽约的以前叫大变黄，这个新泽西的小变黄。开这么慢的车，车子为什么开这么慢？车子为什么开那么慢？看看是谁开的。这是跑40的，为什么开那么慢？神经！我现在跑50了。哎，个西巴的，这个傻逼车，无所谓，就跟你后面走吧。哒哒哒哒哒哒哒。对，夏天。看一下我这个下礼拜，看一下约一下去这个博物馆啊。这个车是压着线走，我就怕它要变道啊。老是压着线走，这种人开车很危险。他老是压着线走，哦，黑大姐，哎呀，黑大姐算了，哎呀，叫黑大姐，到时候F U，那我就难受了。B B 宝宝 B B 宝 Science and Art， 啊，那了，妈的，这个读鸡巴大学吧，现在这些学生吧也很迷茫，读出来也不知道干什么，哎，也不知道啥专业。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哒。
今天晚上吃啥呢？我操，面条。明天吃鱼吧。明天正好今天买了两个豆腐。今天去超市买了点东西，花了50多块钱的，操。50多块钱呢，我操。哎，瞎鸡巴忙。你要在这世界上瞎鸡巴忙，忙了一辈子，都求啥，我操。赚那么多钱也没时间花，是吧？那咱没有赚不到钱吧，也没有钱花。有钱的没时间花，有没钱的有时间没得花。别他妈！我觉得这个乐队啊，这个挺好。其实乐队呢，就相当于一个表达者，它是经过市场或者是经过受众啊检验过的一种表达者。人们是需要表达的，因为人是这样的，人呢，大部分普通人，他的那个表达或者他的那个情绪啊，什么都是散的，他必须要有一个人，或者是有一种情绪或者什么东西，要把它串联起来。音乐是一种很好的方式，因为通过律动、通过节奏、通过旋律、通过歌词，通过这些东西把人的情绪都串联起来，让不管是开心的、悲伤的、欢乐的，是吧？这情绪都可以得到释放了人的压力就会少很多，是吧？就是说，为什么就有句话说，为什么要沉醉于这种？什么意思呢？纸醉金迷好像不太合适啊，就是沉醉于这些，这一段的旋律啊，一段的音乐啊，那里面为什么会沉迷在这个地方呢？因为是这样的，这个人的情绪啊，他没有办法得到提升的时候呢，他一定是在原地转着的，转着转着人就会那个沉牛角尖，你知道吧？就会在自己的情绪里面出不来了，所以说要有一点这个什么像音乐一样的东西啊，去安抚这样的情绪，让它转慢一点，或者是让原地打转，是吧？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出路，是不是？这样的有一种这样的作用在里面啊，非常重要啊，非常重要。你看这个西方的很多，你看他那个，你看他电台也好或怎么样，他打榜的歌曲一打吧，打好几个礼拜呀，甚至好几个月呀，这为什么？就是同样的这批歌不停的放呢，是不是？就是人家说人家有充分的时间让音乐呢沉浸在你的那种。沉浸在你们的那个这个情绪当中啊，这样的话你的情绪就会跟着音乐摇摆，就是一种感觉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哎，到了这个小区了，好久没过来了。音乐，哎呀，我的快到了啊，我们待会儿有空再聊，没空拉倒啊，拜拜。Hello， 现在晚上的7:45，哎呀，晚上又出来跑这么一小单啊，10块钱，然后。哎呀，现在太阳下山比较早了，之前的8:30，现在呢7:55就下山了。OK， 我们那个今天回来呢，我找了半天，我到底想买什么鱼？因为我发现现在的鱼吧都不怎么干净，什么鲶鱼啊，什么这个叫什么鱼来着？什么那个什么罗非鱼啊，还有什么叫什么来着？什么这个鱼吧吃起来一股腥味啊，特别不好吃，我操！所以呢就买，对，我今天在这看半天，哎呀，看能买到的鱼。好像我下回试试看能不能买，看能不能用那个大黄鱼，因为这边大黄鱼吧，好像也没有新鲜的，都是那种它腌过的鱼，腌过的大黄鱼就不怎么新鲜。但是呢，试试吧，要不，因为我刚刚看了一个用那个大黄鱼炖豆腐，它做法呢和一般的这个那炖鱼豆腐吧不太一样啊，一般我们都是先把鱼煎一下，是吧？两面煎一下，煎一下呢，然后再倒水进去啊，煮开了之后呢。哎，再把豆腐放进去，再撒点是吧，葱花呀什么其他的配菜。但是他教的吧，就和别人的不一样，就是那就是哪儿不一样呢？他呢先那个鱼吧，先不煎啊、光炖，就是水开了之后，就把鱼放里面开始炖，大火炖。炖了之后呢，再把豆腐煎一下。哎，这他妈这种做法好像没有做过。哎，他把豆腐煎一下，然后再放在那个鱼里面继续炖，小火炖。刚开始是大火炖之后，现在是小火炖。就是小火炖，那个大概炖15分钟吧，15分钟左右，这样的我不知道好吃不好吃啊，我下回买条那个黄鱼来再炖一炖。哎呀，我上回是买过一次黄鱼的，但是我嫌它那个腌过的有些许不太新鲜，但是也没有别的鱼好吃了。你买那个鱼片吧，就一股腥味啊，不好吃。你要买那个鲈鱼吧，鲈鱼不适合炖煮，因为那个肉太嫩了啊，你一炖吧就基本上就碎了。所以这个鲈鱼吧就最适合清蒸，或者是呢裹一层粉呢，然后。就可以用来煎啊，用来炸，鲈鱼炸也行，煎炸都行，但是我唯独不适合炖，炖的话这个肉就散掉了。其实黄鱼也不适合来炖，它的肉也是偏，也是很容易散的。等今天礼拜六好安静啊，都没几个单子啊，到晚上，就是下午
大概三四点，四五点的时候跑了那么几单，到现在都七点多八点了，都没几单了。哎呀，看明天下礼拜吧，下礼拜去买几条黄鱼，炖豆腐吃，一个礼拜吃两回是吧？豆腐炖鱼也够了。然后牛肉的话，我就基本上就吃，就是牛肉的话吃两次，本来是想吃一次猪肉，猪肉不好吃，猪肉这边说也是一股味儿，很味儿，很难受。牛肉的话就用来炖，买几条大牛腱子。妈的，为什么我的上头老是会跑？现在邪门了，哎呀，这个也要换一个新的。这个如果是它老是夹不住啊，你看没有？它老是会跑到天上去，我操！我他妈回事？老跑天上去，这他妈怎么行？你看这他妈是哪个地方出问题了？哎，不行，这个支架也要买新的去，但是没有好的支架了。哎，便宜没好货了，就是。现在是七点五十了啊，还有五分钟快要下山了。国际现在已经是多云的天气了，多云的天气。为什么不往这边走？我是不是走错路了？不是在这儿吧？我看，哦，我说嘛，不是走这条路的，瞎鸡巴导航。两条小黄鱼煎豆腐，大黄鱼吧，大黄鱼。好像这还真买不着新鲜的黄鱼哈，好像没看见，都是海鱼，黄鱼也是海鱼是吧？你要拿那个什么三文鱼啊来炖吧，炖那个汤吧，肉吧，油油的，哇，很难吃，我操，不好吃。你要拿那种什么多宝鱼啊，什么鱼，吃一次两次也很容易吃腻，不好吃。哎呀，我想的，如果是那个下个月，如果真的让我去上那个课的话，我想着还要每天中午带饭打，哎呦我操，还麻烦呢，我带饭打带饭呢，我操，就带点沙拉呗，我操，是吧？要不然怎么办呢？你总不能要炒饭吧？煎炒烹炸的，我操，那他妈可费劲了，那他妈可费劲了，要带饭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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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这院一见大草方哎，然后鸡呢？鸡的话倒无所谓了，买俩鸡腿也行，买俩大鸡腿、小鸡腿都无所谓。鸡腿这个东西，鸡胸肉吧，就是油少一点。鸡腿呢就是油多一点，都差不多，我觉得。反正我现在对这两种肉的烹制方法，现在是因为不想开火了嘛，基本上就是炖完之后呢，然后呢放冰箱里先让它冷一下，然后呢就把它，比如说鸡肉呢就撕成条，然后呢牛肉就切成片，就拌凉菜了。最近中午都吃凉菜啊，最近中午基本上都是吃比如说黄瓜拌一个鸡肉啊，黄瓜拌一个牛肉啊，放一点这个花生米啊，反正基本上都是这样的菜了。基本上都是这样菜了。我觉得，油，那个谁说油炸花生米不太健康，他让我那个煮花生米，但是我觉得煮花生米吧，它会更健康些吗？我觉得差不多吧。煮花生米还得放油，放盐呢，那不是更香？那就煮花生米吧，煮花生米得了。老是炸也不行，我操，老是炸花生米也不行。就来那个苹果店了啊，好久没过来了呀。好吧，今天晚上到这儿啊，今天晚上到这儿了。那个也没啥好聊，今天扯东扯西也扯不出来个啥。明天呢，不对，下礼拜就弄一个煮花生米，然后呢弄一个花生米，要不要放一点？算了，他不放了。芹菜我也没买呀，芹菜胡萝卜我也没买呀，算了，花生米就不放。哎呀，就煮一个花生米，下礼拜再买点那个袋装腌制的小黄鱼，是吧？咱们不是小黄鱼，大黄鱼吧？咱们黄鱼煎豆腐，哎，慢慢这个菜谱就固定下来了。这样的话，营养搭配呢比较均衡，然后呢也不会吃腻啊。我基本上也不用，这个为什么要踩刹车？因为我的左边有一辆警车，你待会儿他会开出来就知道了。哎，是不是？你一定要踩刹车，不踩刹车，滋溜就打个警灯就把你给扑了。哎，所以说关键时刻该踩刹车踩刹车，你不知道这个车警车都躲在哪儿。你知道吗？哎呦，操！刚刚就差一点了。刚刚如果是闯了红灯嘛，马上就一张罚单。OK， 我们先到这儿吧，拜拜拜拜，不聊了啊，拜拜拜拜。